好 ，Cherry 丹尼雷 ，Go。黄山这边。大声。黄山这边，丹尼雷，怎么还没走啊？还走啊？丹尼雷走啊？我怎么还走啊？今天黄山这边。我听人讲你咩唔俾仙子食咗啦咩？点解仲喺度嘅？但系就唔得啦嘛！我仲未俾仙子食，我都唔知点解啲狮子唔食我。所以我就访问其中三只仙子啦。第一只仙子就话：我从天父嘅口中知道你系一个好人，所以我系唔会食你嘅。第二只仙子就话。我俾天氣崩壞佢啊！而家都冇隻牙啲命你啊！而第三隻仙子就話：我哋天使脹大咗個肚，再放咗三嚿大石頭。好病喎、啊，應該係嘛？大石頭落個肚度，連行都行唔到，又點行嚟食你啊？皇上一听到咁嘅消息，就即刻好惊。即刻。知道系天主嘅意思，就将口。知道系天主嘅意思，望天。天主嘅意思。Good。